天然食物除了提供基本热量，还有许多经过研究后证实具有良好防癌效果的食品，就让我们一一来介绍。最简单又便宜的防癌食物就是开水。饮用没有污染过的水，可以减少消化道以及泌尿道的癌症，也可以降低膀胱癌和乳癌的罹患率。您只需要每天喝足够的水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二是番茄和西瓜。番茄当中的茄红素除了可以降低摄护腺癌，也有助于预防消化系统的癌症。如果不喜欢吃番茄，红色西瓜当中也含有丰富的茄红素。再来是人参。南韩的研究证实，摄取人参可以降低60%癌症的死亡率，其中又以肺癌和胃癌效果最显著。第四种是大蒜，它是厨房里必备的食材，不但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，也具有防癌效果。美国研究经过4年的追踪发现，爱吃大蒜的女性可以减少30%罹患大肠癌的比例。第五样是豆腐。东方人罹患乳癌以及大肠癌的几率是西方人的1/4。有人推论是因为东方人喜欢吃豆腐的原因。黄豆蛋白中含有高量的异黄酮素以及天然植物性雌激素，可以减少癌症的积转。流行病学上，亚洲妇女子宫内膜癌远比西方妇女还少，常吃豆腐或喝豆浆应该是最大的原因。所以不妨在您的健康厨房里时时预备着这些防癌食品。